我叫曹静怡，我是2020年加入汉高，也是2020届管培生。汉高集团是一家非常有年轻基因的公司，这个年轻不只是指年龄，更多是一种态度。扁平化管理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和上级做朋友，同时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去体验和成长。我是 Vivian， 2年前从英国回来后就加入了汉高集团。我很喜欢汉高集团自由乐趣的工作氛围，在这里我们将找到更多的机会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。我觉得汉高就是一辆快速发展的快速列车，它带着你前进，不管终点如何，我都一定会看到最美丽的风景。刚进来汉高做管培生的时候，公司安排了军训，经历了之后的确跟同期进来的同事融入的都非常快。工作氛围很年轻，灵活有动力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不断的创新和改变给到我们很多向前冲的机会。汉高商学院的未来之星计划就是有高管带教的，会有非常专业的指导，还有各类的培训。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，这个其实是我比较想要的，就是能够追求更快的成长。没什么是我不能挑战的，行与不行只有我自己说了算。从行业小白到现在可以独当一面，对我来说这个收获是非常大的。汉高集团把人才培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，选好、用好、育好企业所需要的专业核心人才，整合完善人才梯队，实现人才储备，自我修行、自我领悟、自我理解、自我精进，都能为你们赢得未来。未来之星计划是汉高集团当前的首要战略任务，我们源源不断地加入新鲜血液，我相信公司未来会充满挑战，会更加精彩。每一届的管培生我们都是精挑细选，你们很优秀，努力让自己和汉高集团和汉高品牌始终高度一致，不坠凌云之志，不忘青春年华。我真的非常庆幸自己能在刚毕业的时候进入汉高集团，不表现就永远无法被发现，不被发现就永远不能实现。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，让我敢于展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。很荣幸能以管培生的身份在汉高集团进行实习，让我这个本该在就业之初兢兢战战的小嫩芽可以快速稳定适应下来，并且开始在浓厚的土地上吸取营养，茁壮成长。愿你们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，你一定会在未来的某天里遇见那个期望中的自己。我来自剑桥大学，我在汉高等你。追梦路上的挑战不尽相同，敢梦敢为始终是最灵验的招数，期待未来与你们的合作。我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，我在汉高等你。不断进步是为了给自己更多的选择，只愿今后大家都能够发萤火之光，走自己的荣耀之路。我来自华中农业大学，我在汉高等你。用最美的模样去最美的地方，约定吧，一起绽放。我来自湖北工业大学，我在汉高等你。永远保持着一份热爱与积极向上的心态，保持谦卑的态度与学习的积极性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并为之而奋斗。加油吧，未来是你们的。我是汉高功能五金大客户副总经理，我在汉高等你们。虽然坚持是老生常谈，但永远有效，努力吧少年。我是汉高装饰五金副总经理，我在汉高等你。我来自广东海洋大学。我来自广西科技大学。我来自西华大学。我来自广东财经大学。我来自江恒大学。我来自吉首大学。我在汉高等你。